大家好，来介绍一块建地 173.88 坪、哦、每坪的售价48000。这个土地在这个平和车站附近、哦、也就是那个自学共和村。这个土地、哦、在这个台九省道旁边的明霞超市后方的一块建地、哦、售价是835万，这个尺寸就标在这个图上面、哦、宽大概是22米左右，深度有 33.6， 形状是梯田，右边这个是花东县平交道。我们飞机起飞起来看一下，这个使用分区是农业区的甲种建筑用地。这里到那个平和车站哦，走路大概几分钟就到了。到这个是台九省道，平和车站就在后面。这个是往里一站的九品。
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，你可以订阅。啊，如果你想看地，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带你来看。你如果有房地产要卖的，可以打电话给我。我的电话是0932199179，永庆不动产林义伟，谢谢。